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八哥，今天在伟哥这里，然后找了两个女孩子，找了两个女孩子，大家好，然后跟我一起在这里直播，加了尼泊尔美女，然后在这里，八哥还没回国，和我一起直播，还没有呢，然后给他们俩发工资，老八在蹭热度，最后让伟哥和两个美女在这直播，八哥和热度。我今天拿了1000卢比啊，然后请他们在这直播，1000卢比的话也就是50块人民币啊。八哥，我也是看八哥视频，也看了三年了。在这里，我也是八哥的粉丝，一起直播。谢谢蒙毅的礼物，你小声八哥一会儿找对象。然后请他们在这直播呢。美女好，我今天花1000卢比，然后请他们帮我直播，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把这1000卢比赚回来。对，好找老婆嘛。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包。不好找。说实话，尼泊尔他俩都是学生，他俩都挺不容易的，在这边边上学边工作。他们现在就是。在这边上学，反正也没什么工作，父母也都在这边打工，然后。谢谢何伟美的礼物啊！谢谢何伟美，尤三林，谢谢何伟美。谢谢哟。何伟美，谢谢。谢谢哟。谢谢何，你真是对。OK。尼泊尔彩礼多少？尼泊尔不需要彩礼，尼泊尔他们。有些还是女的给男的，我们就在那里直播。Hello， 八猪可以。你们俩非常漂亮。现在我请了两个美女跟我在这一起直播呢。谢谢。Hello， 请他们俩一起给我直播。You only speak Chinese. Okay. Not a lot.他们俩现在正在这里直播。那不会的，这是哪里，这是尼泊尔，这是我租的房子啊，八哥今天来了我的这儿，我也在尼泊尔找对象。八哥新加坡22号，谢谢这个朋友啊，在这和他们一起直播。八哥在后边拍个视频啊，让两美女跳舞。美女在这里直播跳舞。尼泊尔美女跳舞。这是尼泊尔的舞蹈，我也不懂。我对他们这个舞蹈我也不懂。不懂他们这个舞蹈。也行也行，快接可以。这个美女皮肤能白一点，这个美女皮肤白一点，长得比较漂亮，长得比较漂亮，这个美女。甘肃伟哥找对象啊，我叫甘肃伟哥，他就在我身后开始拼了。不是那玩意儿。是的。
二个给我。咱俩两个一半美女在这里和我一起直播，啊，一起拍视频，一起直播。也不知道这两个美女喜不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跟他们也认识时间不长，认识时间比较短。但是他们愿不愿意和我谈对象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喜不喜欢我？他们喜不喜欢我？愿不愿意和我谈对象，我也不知道。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啊。顺其自然。请这两个尼泊尔美女在这里吃饭啊，在这吃个炒面。他们俩也不容易，然后给他俩零花钱，让他们去买零食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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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钱？看，嗯，然后给他们俩，嗯，100、200、300、100、200、300、400，嗯，500，嗯，500，把这500的，把这500都给他俩，嗯，给他俩去买零花钱，给他俩，要不然给他俩400，你拿100，啊，嗯，我也就不拿了，我不拿，那就给他，我不拿，嗯，然后给他们俩零花钱，让他们俩去买零食吃，你们俩一人给个200就行了，你们俩去买零食。啊，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您，你们俩去买粮食，啊，嗯，他们俩都是学生嘛，学生，然后也没工作，也没工作，然后看他们俩生活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，他们父母也都在这边打工，嗯，然后给他俩点零花钱，让他们去。买的零食，八哥太大气了，这一下子就给了这么多。我平时给他们一天一个人才发300多尼币，整整一天才发那么多。八哥这来，这俩女孩啥都没干，直播也没直播成，这个平台管太严了，然后就播了十几分钟。挣了几块钱？哦，这我挣了几块钱？对啊，嗯，这刚才这一个人算，嗯，算基本上给他们一天的工资了。嗯，给他俩500。嗯嗯。行，美女在这吃个炒面，然后我们一人吃一份炒面。咋看？吃炒面。As find more works. 让他俩吃饭。You have any friends want to job? You have any other friends? We want more works, more employee. You know, more dancer. Okay. 两个美女在吃饭，嗯。两个美女在吃饭，嗯，这个美女都吃完了，嗯，她还没吃完，她怎么吃这么慢呢？因为她，八哥，把我笑死了，她这里没有辣椒，嗯。有，他是吃面没辣椒，有辣椒，尼泊尔人吃辣才能吃辣。嗯，尼泊尔这个是番茄酱，嗯，那个辣的太辣了。他这个是番茄酱，嗯，鸡蛋炒面番茄酱。哦，你说这个美女原来跟你也跟我工作，这个美女。他是在饭店上班。
你要想让他来，他也可以来，但是他跳舞不行，嗯，他女孩跳舞。啊，他是在这边工作还是他家？他家在这边。只有他家。只有他家。嗯，只有他家。啊，他家。嗯。他家开了两个店铺，这个店铺还有隔壁卖肉的都是他家的。啊，两个店铺。啊，两个店铺，但是他不赚钱，就我那工作开那么低的工资，就这个女孩我赶都赶不走。嗯。赶了两次，他硬要来。嗯。我硬是没要。嗯。因为他。嗯。跳舞太一般，我让他学习，每天学一个新舞蹈，他们学习。嗯。不听话，他咋吃这么慢？发着呢，谁呀？这个美女她不知道跟谁聊天呢，不知道在手机上跟谁聊天呢，所以没来得及吃饭，她没顾得及上吃饭，所以她刚刚一直在聊天呢。她这会儿聊天聊完了，现在吃饭了。啊，美女马上吃完了，嗯。说的美女。嗯。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今天晚上请这两个美女过来一起跟我直播呢，花了1000卢比请两个美女过来直播，结果，结果还没报成，不知道为什么平台好像是不让外国人出境，好像是提示的是不让外国人出境，就没有报成功，所以后来就没报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别人直播好像都可以，我这个直播，反正今晚请美女直播才挣了几块钱，连10块钱都没挣到。结果就不让播了，就没报成，后来我就下播了，就停播了。就没有播了，哎呀，我感觉想找女孩子一起跳舞直播这个事情好像弄不成，好像做不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好像只能自己一个人播了，目前是只能这样了，只能一个人播了。今天晚上，然后到美女的家里去的，美女爸爸说没煤气的，让我们买煤气的。后来又说 WiFi 也没了，让我们买 WiFi 呢。反正就是他们也不容易啊，这美女也都不容易，他妈妈在工作，他爸爸也没工作，然后他妈妈一个人工作，要养他全家，他还在上学，反正他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家里面也挺困难的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我就当帮帮他们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。